这把开局海克斯给了个法师学会。哦，别说了，我懂。入会以求文达，小弟已读法籍，三法籍则会成，统召虚众，共谋大业。破五境以冲基业，壮法会而令云环，驱怒意，习神术，处那前两五十术，导天以开度。哇，金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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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说。此时已至五阶七，暗能虚空现左一，五阶壁升星级，再入八境与众议，上左一与神器，出与神龙相对敌，尊者金熊称传奇，飞升地爪进殿敌，升级又成谜。云端收左一，奶妈回血迹，好兄弟让传奇，苟延残喘待时机，更不气见神迹，终于有人正大义。Ha ha ha ha!